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欢迎各位咧，埋位咧，系睇呢个风云谷，系嘛？咁咧，多谢各位嘅支持啦。我哋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180,000。咁啊，新加入嘅朋友咧，欢迎你哋嘅加入行列啊！同埋记得咧，系揿揿个钟仔咧，系订阅啦。嗱，咁啊，呢一轮咧，国际到处都风云啊，突变啦，系嘛？除咗个乌克兰战争啦，呢、这个核战啊，系嘛？香港啊，同埋大陆呢个二十大咁啊，英国咧。雖然佢係一個沒落，而且咧唔係一個帝國啦，但由於佢係西方文明國家裏邊啊一個非常之重要嚇嘅一個環節嚇，咁咧所以咧佢不論係英女王逝世、駕崩同埋新首相呢個卓惠斯上台，一連串嘅變動咧都係令到嚇不但係香港咧係世界非常之關注，尤其係呢一位咧即係卓惠斯啊嚇，佢今年只係得46歲。佢喺呢一個咁空前嘅危局坐上呢個位咧，嚇短短咧係7-8日之間咧，啊佢任用嘅呢一位啊財政大臣叫做關浩庭咧，啊就按照佢嘅施政意念同埋路向推出一個咧緊急嘅小型財政預算案，裏邊咧係減税，咁啊當然咧佢減税嘅範圍好廣嘅，但係由於咧佢其中一項就係咧就係呢個年收入。超過£150,000以上的呢就每增加£1,000的話呢就開始呢是課以45%的税收。啊、他想將呢以前這一項這樣的稅項呢是減免。咁結果呢就引起軒然大波，就呢不但是工黨啊同埋電視節目主持人同埋傳媒呢，就算保守黨內部 都種種不同的目的呢就指責呢佢係違反咗呢啲咧人類嘅底線啊，同埋冇同情心啊，係嘛？就只係照顧啊一啲咧有錢人啊，你咁樣減税係令到嗰啲咧年收入啊超過数百万家花紅啊，呢啲銀行金融精英咧係嘛？只會有燒炮仗慶祝啊咁。咁咧，卓惠斯咧不斷咧係為自己啊去辯解，係、啊、就話咧而家咧我一定要非常時期係用呢一套震盪嘅療法。咁但係咧，因為咧，反對嘅聲音咧係太大，終於咧佢好快咧就轉態，就咧取消咗呢一個45%啊嘅高收入啊嘅呢一個咧税收嘅寬免，係寬免維持翻咧就喺£15,000以上咧係要徵收45% 嘅薪俸税或者收入税啦。咁呢個措施咧其實係即係先天性有政治不正確嘅。因為傳統以嚟咧，依個累進税制咧，就目的係保障窮人啦，或者係咧令到啲富人咧係要負擔咧多啲嘅税項。咁咧就一個比較社會保障嘅國家咧，一向都係咁用噶啦。咁其亦都咧，卓惠斯咧咁大膽啊，落依劑重藥咧，其實佢原意啊，佢講佢原意咧，希望係可以咧就吸引更加多依啲有錢人，就利用依啲寬免咗嘅錢咧，消費投資。咁而從而咧，通過依個咁嘅方式咧，帶動英國嘅經濟。但係依個方法咧，就太過間接，同埋咧要好耐先見效。而即時咧，英國嘅稅收咧就會減少一大部分，咁觸發咗英鎊暴跌，就跌到咧成81-82咁樣啊。咁啊，依個情況咧，再令到咧更加多嘅輿論咧去批評佢啊，所以咧就頂唔順啦，最後咧唯有撤銷咗呢個寬免。英鎊就即刻升，升到8.9喎。係啊，本來啊，係嘛，曾好早之唔係好耐之前就跌到落8.1啊，係嘛，幾乎啊見七啊，得人驚嘅。一見七咧就同美金一樣啊，嗰陣時你成個英國咧，哇崩潰啊，係嘛？呢個冇辦法嘅，呢個市場啊係拋售呢個英國嘅國債啊嘛。因為覺得你呢個卓惠斯呢一套啊。叫以 A level 叫中學預科程度嘅經濟啊，經濟呢一科咧嘅知識咧，係去統領呢一個叫英國啊，一個咧咁複雜嘅經濟體系啊嘛，係嘛？咁咧就尤其係咧，佢而家咧就第一嚇，你要減你要咧減税係嘛？但係銀行嗰度咧，你就要咧
加息，加息係嘛？呢兩樣咧係一定咧係會咧刺激到一個咧高通脹，嗯，而且咧係已經產生高通脹。嗱，本來咧你減税，啲人咧係咁去買嘢就會產生高通脹，但係咧你加翻息咧就會壓抑咧呢個通脹，因為啲人咧覺得將啲錢放喺銀行係嘛，即係賺利息就好過啦。但係而家咧出現一個咧就叫弱疾啊，又發冷同埋又發熱，同時啊呢啲相矛盾嘅經濟症狀咧係發生。咁所以咧呢個咧係200年來啊，喺經濟學嘅教科書裏面係幾乎係冇出現過嘅現實，亦即係啊冇教科書裏面嘅 model answer 標準答案。咁通常我哋講咧呢個叫非常時期就非常手段，亦即咧係叫 think outside the box。在盒子以外的思考，这个时候要创意和要胆识。陶生，一般来说就是简单的经济学，就是如果你那个经济是很蓬勃，就是人赚钱赚得多，洗钱洗得多，就会带动通胀，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理论。但是现在英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英国是经济是在这里萎缩，因为很多人投资啊，又或者很多店铺結業啊，照計應該通縮啊，應該通縮噶嘛，但係唔係喎，因為可能因為能源嘅問題啦，又或者呢個戰爭嘅危機啦，就發生通脹，而通脹嗰個 percentage 咧唔係低喎，係超過 10% 甚至接近 20% 喎，更加唔好講油價嗰部分啦。呢個只係發高燒。嗱，咁呢個咧有個專業名詞嘅叫滯脹，即係話咧通脹同時間係一個經濟嘅萎縮嘅情況，而唔係經濟增長之後帶動通脹，係經濟萎縮之後同時通脹。哇！呢個咧好攞命嘅喎。即係你又發燒係咪？探一探熱，39度幾，但係同時又發冷，又話咧凍到打冷震。即係你冇公開，但係咧出邊啲嘢又貴咗喎。係啊，個簡單理解就係咁啦。香港咧以前試過啦，係咪？呢個金融風暴至到呢個叫沙士期間，咪出現通縮嘅係嘛？一通縮嘅樓價平咧，係咪市面啲人咧就唔肯買嘢？唔使錢啦。咁嗰陣時咧唔使錢嘅話咧，減價咯啲人。啊，減價咧，減價啲嘢咪平咧？執平貨咯。咁啊係啦，就點會有通脹咧？嗯。而家咧係反常，點解反常？兩個重大嘅因素。第一就係英國同埋整個西方長期依賴 Made in China 呢一個咧係中國嘅廉價貨品。嗯。嚇，喺幾年前咧，我哋睇到咧英國好多嘅百貨店啊，喺 Amazon 嗰度。呢、这個採購翻嚟嘅、郵購翻嚟嘅啲家庭日用品啊，啊煲水煲啊，果汁攪拌機啊，電器啊，全部係中國製造。係嚇、啊，加埋嗰啲 T 恤啊、牛仔褲啊，係嘛呢啲咧，唔使講啦，喺不知不覺之間咧，係享受咗中國製造廉價貨品所提供嘅低通脹。長達咧，你話幾時加入世貿咧？2005年，可以講係長達十幾年，十幾年。中間咧係經過金融海嘯，量化寬鬆 ，OK， 咁咧都仲係咧係有中國製造嘅廉價品咧，係谷住佢英國嘅民間咧係長期享受呢個低通脹，係再加埋係嘛嗰陣時未有呢個叫俄羅斯普京咧係走去 cut 咗你呢個叫北溪兩條管嘅天然氣，雖然呢樣嘢係對德國同埋歐洲咧嘅影響特別重大，英國咧影響低啲。但係整個環境嘅心理因素嚇，令到咧嗰啲跨國啊呢啲石油嘅巨業咧係乘機咧係保障佢呢個慣常嘅利潤，咪全部加價咯，係咪？咪仲有英國都有個因素嘅，你都知啦。喺普京發神經之前咧，好多嘅俄羅斯富豪咧利用嗰個黃金簽證啊，投資英國喺倫敦買樓、買名畫、買奢侈品啊，跟住咧買靚車。咁其實成個英國經濟咧嗰時係咧係好蓬勃嘅，因為真係好多錢流入嚟啊嘛。咁啊，嗰啲錢你唔好理佢係咪黑錢啊，係咪唔乾淨嘅錢啊。當時咧就隻眼開隻眼閉。咁但係都知道啦，後來咧發生咗好多咧呢啲牽涉到俄羅斯富豪嘅洗黑錢啦，甚至咧裏邊咧而家因為制裁啊種種嘅原因咧，連呢個黃金簽證咧英國都煞停咗啦。即是話咧，依啲咁嘅來歷不明或者依啲來自俄羅斯石油富豪嘅錢咧，全部冇曬。中國都係啊，係咪？一路到前年、舊年都有呢個叫投資200萬英磅，對於嗰啲地下或者叫民企暴發嘅咧，200萬磅咧2000萬人民幣濕碎啦。係啊，所以後來嗱嗱聲咧係增加嗰個上額咧，都已經嚟，而家直情係取消。取消咗啦。
係嘛？因為咧，原來佢收尾先發現有啲地方嘅錢同埋輸入嘅呢啲咧叫低通脹咧，原來咧係唔掂得嘅。一掂咗咧，你日後咧係要付出代價。而家就係付出緊代價。所以咧，卓惠斯咧係為全球化係埋緊單，同埋自己亦都擺咗上台做咗第一個製品。因為而家就算戴卓爾夫人翻生做咗英國首相，用佢80年代初期嗰套已經唔 work 嘅，係嘛？叫就算係減税啊，嚇、啊、呢、這個叫銀行減息啊，然後放寬銀行借貸嘅限制啊，係嘛？結果你發現咧，就一進入呢個叫全球網絡電腦化嘅世代咧，開始咧係呢啲泡沫嘅經濟增長金錢啊！嗰、那個意義咧係失咗，同埋咧，因為美國咧週期性又好，或者係有心無意又好啦，佢加息啦，或者年底仲會加到4到5厘啦，咁全球嘅資金咧又翻翻去美國啦，包括英國嘅投資亦都會咧流失，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國際嘅大形勢，啊，亦都唔係淨係因為針對英國，大家睇到啦，係美金最強，係咪？香港你同美金掛鈎咧，唔知係無端端發達啦，定係無端端尷尬啦？你又冇咁嘅實力嘅，但係個港幣因為楞住個美金咧，就變咗好貴。而家你呢個時候咧，就算向國際通關，仲要攬住個0+3核酸檢測246咧，係仲要通備，然後仲要安心出行，你點樣攞出去競爭啊？就算你而家叫港幣同埋美金啊，係大家捆綁呢、這個因素啊，都已經令到國際嘅其他國家嘅遊客唔肯嚟香港使錢啦，唔好講其他啦。係根據統計數字咧，其實近月咧香港嘅出口同埋入口咧都暴跌啊。係啊，個原因當然一方面就係因為動態清零啦，令到嗰個需求減低啦。其實另外一方面咧，就因為咧同美金掛鈎之後咧，嗰、那個出口力啊係弱曬，仲要動態清零，嗯，仲要嚇嚟到香港係要強制隔離。系啊，幾樣一加埋，你真係當世界嗰啲人啊白痴咩？發燒兼肚屙，係咯、啊，所以咧莫名其妙係嘛？嗱，人哋卓惠斯一嘢試過行唔通咧，嗱嗱聲轉態，你睇幾快？嗯，係嘛？佢嗰啲官員啊，包括呢、這、一個財務次長啊，叫做 Chris Phillips 啊，係俾呢個天空電視台嘅節目主持人狂質啊，係嘛？喂，呢、這個財政預算案你有冇份咧？係參與，係嘛？點解你轉態？佢猛話：我哋係聽取民意㗎，民意係咁講，我哋於是咧聽從民意。不過呢、這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小環節，我哋所有其他廣泛嘅減税措施係不變。你唔好俾45% 啊，係嘛？這個寬減啊，呢度咧係遮住你對眼，然後咧對我哋嘅政府作出種種嘅道德指控啊！但係你睇，因為英國嗰、那個。新聞啊，傳播啊，嗰個強權啊，所以個第四權咁惡咧，係搞到卓惠斯根本係無以招架。嗯，嚇咁就麻煩啦。你會醖釀到咧，係保守黨內咧，係好快就對佢投不信任票。嚇嗰陣時邊個翻轉頭咧？所以黨內攻擊佢呢個咧，大家都知道一個投機嘅野心家叫高文浩啊。嚇就咧第一個話：喂，你這個呢個咧唔啱嘅喎，係嘛？係咧違反咗啊呢個。保守黨啊嘅價值觀喎，啊呢個咧好好笑啊，因為咧佢話你係咧係惠及嗰啲有錢人，係令到窮人咧係受苦，所以咧你呢個咧係不符合保守黨嘅價值觀，呢個好好笑。我以為咧佢係講緊工黨啊個信條啊，不過呢個啊唔緊要啦，係嘛？所以咧你睇下而家咧風起雲湧咧，到呢個卓惠斯咧係即刻同呢一個財政大臣啊呢個關浩庭咧切割。佢諗出嚟嘅，咪呢句你講出嚟仲衰，係優厚為證啊！所以咧，其實依個內閣咧，或者呢一屆咧，都唔係好穩陣。係咪似阿林鄭啊？係嘛？喂，呢個係佢啊諗出嚟嘅，或者咧再前一屆嘅政府硬食㗎啦，關浩庭。喂，呢、這個向呢個2014嗰個叫散文發射催淚彈，呢、這個前線指揮官啊，點啊？當係呢個叫做卓惠斯嘅呢啲藉口，我哋聽落係耳熟能詳。熟口熟面，原來特首講過，咁有理由咧係擔心呢個英國新首相嗰個政治命運啊，係嘛？同埋佢成個內閣咧，似乎個施政咧搖擺不定啦。嗱，幾日前啦，呢個內政大臣咧柏菲文咧就出聲，佢就話咧英國太多低技術嘅移民以及留學生、國際留學生，再加埋佢哋嘅屋企人咧嚟到英國，
佢話呢啲人咧低技術同埋有部分人咧冇工作或者低收入，對於經濟咧毫無幫助。嗱，呢個突然間咧咁樣去將呢個問題咧轉嫁咗落去啲新移民度咧，就好奇怪，因為若干日子之前咧，其實大約可能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前咧，財政大臣關浩庭咧啱啱先至話咧，係佢會咧引入多啲係啦嘅一啲移民，因為點解擔任呢個勞工？因為好多嘅基層嘅勞工咧冇人擔任啊！呢個係事實，因為我哋成日喺英國見到咧，周圍都請緊人。其實而家失業率好低㗎，因為脫歐之後咧，東歐啊或者歐洲嘅工人咧全部走曬，咁所以咧關浩庭咧就話要輸入多啲嘅，咁但係咧內政大臣咧就話唔好喎，因為呢啲人咧低技術喎，同埋太多國際留學生喎。喂，呢個好笑喎！喂，呢個自從保守黨啊，呢個叫金馬倫啊，係同中國簽咗呢個黃金十年，其中一項重大嘅理由。就係、是、擴大招收中國留學生喎。到後來，當然而家咧英中關係係敏感啦，就唔限制啦，係嘛？但係叫吸收國際留學生咧，呢個係十幾年來英國基本嘅國策喎。因為咧留學生嚟到無論係俄羅斯、中國或者德國或者非洲呢啲咧貪污嘅國家咧，佢帶住大筆錢嚟咧係使喎。係啊，係嘛？英國海外學生嘅學費咧係比起本土學生係多一倍嘅喎。去到倫敦咧，呢啲國際學生如果報讀倫敦大學，跟住租樓啊、配套啊，係嘛，買衫、買褲啊，甚至嗰啲有錢嗰啲買架車啊，係咪會咧帶動整個消費鏈嘅喎？就係唔明啊，點解財政大臣同埋內政大臣佢哋兩個嘅方向係南轅北轍嘅咧？喂，卓惠斯又究竟有冇啊將同我哋 briefing 嘅咧？呢個係佢政治正確啊嘅回力標。嗯，因為嗱呢個我恕我大膽咧去推測，如果用英文嚟講喺英語世界咧講出嚟呢樣嘢係不適當嘅，唔敢講。係咯，因為 Pat Freeman 佢係來自非洲嘅肯尼亞種裔。嗯，一個咧非洲少數族裔，而且咁後生，佢咁快做咗內政大臣咧，佢第一樣咧佢係要令到保守黨嘅主流去相信我係企喺你哋嗰邊嘅。即是話咧，你要咧嗰啲代表嘅你嘅政策，你要內裏咧係白過白人，嗯、你先至為白人咧係取信，嗯，係嘛？正如喺保守黨國會裏邊都有一個半個係來自香港嘅華裔嘅議員，嗯，當佢最近一次大選當選，就有好多香港或者海外嘅華人媒體，哇，好嘢啊！終於有中國人啊係入咗英國嘅嗰個下議院。個個咧就揾佢出嚟做訪問，結果呢位咧華人嘅議員咧一概拒絕，話我而家係保守黨嘅議員，我雖然我個膚色係亞洲裔，但我不能被英國人咧係睇到咧，我係為香港人講嘢，我係為英國服務，嗯、所以咧對於所有嘅華語媒體，佢一概謝絕。哦，係嘛？所以你有睇過嗰套？塔倫 Tarantino 有一套叫 Django 啊嘛，你又知啦，我記得嗰套，係嘛？嗱，嗰個黑人管家咧，就係咧，佢自己當咗自己係白人，係佢歧視黑人嘅程度仲嚴重過佢嘅主人，或者佢唔係內心真係歧視咧，佢要 assume 佢要扮演一個角色咧，係會俾其他嘅白人嘅主流或者有權力嘅階層覺得咧，佢係自己人啊，嗯，所以我覺得呢個帕菲文咧。他講出一番咁奇怪的理論咧，係希望獲得保守黨裏邊啊嗰種暗藏嘅嗰種白人嘅，我唔可以講話種族主義者係嘛？嗰種主流嘅認同啊，你明唔明啊？哇！有你陶生嘅解讀咧，終於明白啦。呢啲咧點解會講啲咁嘅政治不正確嘅説話？呢啲你要喺外國社會，特別英國住得耐，你先知嘅。乜嘢叫種族主義呢？就唔係一啲外行嗰啲人咧，係話去到啊。啊！你俾人會吐口水喎，或者會咩嘢喎？話你東亞病夫呢啲低等啦，係嘛？喺英國，我成日都話，你真係要感受到一種好含蓄嘅種族主義咧，你要喺事業上邊非常之成功。嗯，例如辛偉成，佢一個印度人，佢一路咧讀書好叻，爬到入去做內閣，做到財政大臣啦。佢下一步臨門一腳，佢做英國首相又做唔到。個理由就係黨內投票嗰啲輿論話：，呢個人樣唔熟。係嘛？因為佢咧向佢嗰個貴人提拔佢嗰個咧 Boris Johnson 背後插刀，
呢、这個咧道理咧係冠冕堂皇，所以我哋唔用得佢。嗯，所以咧就選咗呢個白人卓偉斯出嚟。但係而家你問阿森偉成內心嗰句，你自己落選係因為你背後插啊阿 Boris Johnson 咧，被人不治，被保守黨嘅主流指為不忠啊？定係其實細細聲咁講，其實而家英國保守黨唔想出現一個印度裔嘅首相咧？佢自己嘅心靈啦，自己諗啦，啱唔啱啊？係啊，嗱呢啲咧，如果你話有英國有冇種族主義，有，但係喺好高嘅位。嗯，一般嚟講，如果香港人過到嚟 BNO 喺超級市場同人哋咧裝貨落貨，同埋咧喺度收銀，同埋周圍嘅人咧有英國人有東歐人，有咩事啊？喺呢個基層嘅勞工環境咧，大家都喺嗰個環境咧係冇種族歧視嘅，因為大家都係用緊勞力啊。去賺取一啲唔係好高嘅人工，係嘛？你真係要感受到呢個種族主義，你要爬到好高，然後突然間你發現由財政大臣嗰腳賣出去做首相，就有個玻璃天花板啦。哦，佢個玻璃天花板好高好高嘅，係嘛？係嘛？所以呢啲嘅話，對啲外行人咧講啲咩種族主義，我都費事答，係嘛？你戴住個口罩而家行出嚟就俾人種族歧視，因為你係東亞病夫啊嘛，你自己用身體力行證明。所以咧，這個、另一陣有部分人咧擔心咧依個影響到 BNO Visa 咧，其實我可以咁講，我都覺得咧係唔關事嘅。唔會嘅，都係呢個柏菲文，佢就嚟會有人警告佢㗎啦。我話俾你聽啦，Boris Johnson 啊呢啲嘢咧會有。會閂埋道門啊！唉，埋嚟埋嚟埋嚟，係嘛？嚇、啊，我知你諗諗諗啊，不過唔好喺度搞亂檔。呢啲係後生過頭，係嘛？呢個而家第一咧，你而家睇到整個世界嘅氣候，第一要種族多元，佢擺都要擺幾個喺樹，證明自己保守黨，證明自己係大愛包容。如果唔係咧，呢、這個道德高地就會工黨搶佔。係好啦，佢擺嘅嗰啲到底係得唔得咧？有冇咁嘅實力咧？嗱，而家開始你睇高浩呢、這個關浩庭又好，柏菲文又好，開始咧係出現呢個叫做政治正確啊，嗰種組織內閣啊，因為你用政治正確行先，種種嘅不足。嗯，所以咧，其實而家英國首相卓惠斯嗰個民望咧，好似最近嘅調查咧就大鑊啦，低過 Boris Johnson。我可以話俾你聽，出事啊！佢呢分鐘佢內心都唔知道自己衰乜嘢。嗯，如果佢識得聽風雲谷咧，佢聽到皺皺眉頭，佢唔會答。英國好含蓄，但我諗咧係點醒咗佢幾分，係嘛？因為呢有時咧係你桃花源中人咧係不知有漢就遑論魏晉，係咪當局者迷啊？因為我哋呢啲旁觀咧先知道，梗係啦！你長期成個西方都係左膠當道，係咪？加拿大嗰種你道老多，一定要選一個靚仔有型嘅。奧巴馬又係要靚仔有型嘅。貝利亞嚇金馬倫同埋金馬倫嗰個叫做財政大臣歐斯本，全部都係白面小生嚇。因為而家呢個叫網絡世代，乜嘢都要睇影像。OK， 生得靚仔，生得有型，於是咧你係 one of us 啊。呢一種咧叫做仇老係嘛，即係老嘢咧就唔要。同埋咧就叫做仇丑，即係佢覺得你樣衰丑樣嘅嗰啲咧，丘吉爾嗰啲成只老虎狗嘅咧，一定唔要。結果咧係呢二十年來呢啲左膠盛行啊，係形象先行，再加埋咧嗰個叫種族多元呢、這個叫道德高地嘅櫥窗擺設，你影響到從政嘅人同埋話事嘅人嘅質素就係咁啦。系咁，柏菲文呢啲幼稚啦，啱唔啱啊？你而家咁嘅，你有冇經過內閣商量啊？卓惠斯嗰、那個高浩呢、這個關浩庭呢個財政預算俾人質啦，喂，你呢個預算案你有冇經過內閣商量？冇啫，你同嗰個財政大臣兩個人勾出嚟嘅，呢、這個大鑊啊嘛！所以話佢犯咗個 schoolboy error 啊嘛，呢、這個係即係中學生嘅都唔會犯嘅一個即係所謂經濟學嘅錯誤啊嘛，咁所以咧，呢個咧，卓惠斯一上台，點解會出現種種嘅症候群呢？你可以講話呢個叫卓惠斯嘅症候群。嗯，佢裏面咧係融合咗，係咪呢個叫全球化嘅弊端？係融合咗咧政治正確行先嚇呢一個咧裏邊種種嘅弊端，係融合咗呢個網絡世代乜嘢都要 feel good 同埋 look good 啊呢一種咧膚淺啊嘅特徵，於是咧。
喺呢個時候爆發曬出嚟，你就大鑊啦。再加埋普京咧呢個強敵在外，普京你喺裏邊咧係一個幾極右嘅民族主義者，亦都係一個 sexist， 係嘛？喺佢眼中，如果佢覺得英國首相呢個形象係柔弱，佢睇唔上眼咧，我會講喺心理上係會增加幾分咧，佢係核襲或者叫發動核戰嘅誘因。如果擺喺度嗰個人係惡人坐喺度，佢唔夠膽，係嘛？如果係一個咧咁嘅女性咧，佢睇唔上眼嘅咧，多兩分風險。係咁啊，英國呢啲係人性心理學嚟嘅。係啊，咁啊，而家英國咧即係內外交戰啦，係嘛？咁我哋身處其中嘅感受咧都特別深嘅，特別係咧而家即係嗰個通脹啦，同埋未來而家嚟緊嘅冬天啊。雖然而家有一啲寬免同埋咧津貼，但係咧。依、这個冬天我相信英國人咧都過得唔容易。同埋好多香港人咧就鬼咬咁嘈啦，哎呀，我九個幾十個十蚊咧換咗英鎊，我成日同佢講，你唔需要咁咁驚嘅。你換咗嗰啲英鎊已經儲喺度，係長期用噶嘛，佢一定會上翻九個幾。你喺度用喺度使咧，其實唔關事嘅。係啊，喂，大佬，你嗰陣時買咗樓，我話俾你聽咧。這個一定呢個英鎊呢始終是英鎊是吧，佢而家有上跌到咁大嘅咁大嘅嗰個幅額呢係因為種種不正常嘅因素。所以呢你睇卓偉斯佢唔係同林鄭咁佢同你鬥氣，呢、這個叫送中法，你哋200萬出嚟遊行，阿姐話唔改就唔改。但卓偉斯有一樣起碼係強過你呢個叫前殖民地呢班 AO 出嚟。是啊，佢始終係你個前中主國 ，OK？ 所以呢方面佢個氣派同埋嗰種咧靈活咧，係永遠在你呢啲人之上。咪仲有，其實你數到最後，你點樣數落呢、這個直轉態啊嘛？咩沒落嘅日不落國又好，咩英國已經衰落，你起碼見到咧呢、這個輿論、新聞、第四權，包括民意，係可以左右到一個政府咧嘅政策。惡到啊！仲可以咧180度即刻轉。即刻收回呢、這個寬免，所以即使係一個卓偉斯唔係一個咁傑出嘅領袖，但係佢個制度咧係可以防止佢做錯事，特別係防止一個咧一個領袖做錯咗事之後咧，防止佢咧係堅持一錯再錯。嗱，如果打個譬如啊，陶生，如果依個係換咗林鄭月娥或者換咗個制度，佢就會堅持落去。即使你出嚟示威，佢就會出防暴隊、出警察鎮壓你，出英軍，出英軍開火。好啦，你哋再唔聽咧，就於是通過一個咧嚴苛嘅呢個緊急法律，將成個英國嘅憲法咧就反轉，宣布戒嚴，宣布戒嚴，跟住佢自己拉人，100萬人，跟住封呢，將 BBC 好似港台咁咧，就變成政府嘅宣傳機器，跟住就拉埋 Sky 啊呢啲咁嘅 ITV 封台。系啊，嗰啲咩小報啊，嗰啲咩 Mirror 嗰啲咧，全唔係國隊啊，係嗰個鏡報啊，就封埋佢，好似蘋果。嗱、如果係林鄭咧，就係咁樣啦。但係呢啲係英國啊嘛，佢個民族性同你始終都唔同啊嘛，啱唔啱啊？係啊，真係呢個叫民族性就係民族性啊。呢、這個亦都係你而家香港一班淺藍絲見到世色唔對，出邊全部咧都係唱國歌。啊！紅標語開始心鬱鬱，都想將啲仔女送嚟英國寄宿學校嘅理由，加埋個英鎊又平，唔好扮嘢啦！你係兩面人嚟噶嘛，唔好同我講你愛國啦，係咪啊？仲有我點樣數啊？卓惠斯又好，關浩庭又好，我唔驚朝頭早六點鐘有人嚟敲門啊嘛，係咪先？係啊，呢一樣啊，咪值得你哋呢班人個個做兩面人啊嘅基本理由。喂，快啲啦，快啲啦，過嚟啦！係我啊，係嘛？係安徒生童話裏邊嘅三歲細路仔啊！踢爆你皇帝的新衣啫嘛，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啦，多謝大家，咁啊，下一集風雲谷再會。係英國唔好嚟啊，好衰噶，話俾你聽啊。好啦，下次節目時間再會。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風雲谷嘅支持。風雲谷喺 YouTube 平台出發，不問翻牆，但求越界，笑看古今善惡，審究人情百態。逢星期二、四、六晚10點，風雲谷約定全球華人。节目是完全免费播放，而我们在短短一个月间订阅人数升破10万，大家的这份支持令风云谷的团队打了一支强心针，亦不枉陶杰、鲍伟聪我们两位主持
每次长途跋涉，千里迢迢，都要坐埋一起做节目。如果睇到呢一度，大家仲未喺 YouTube like 呢一集嘅影片嘅话，希望大家 like 我哋嘅影片。如果大家有能力嘅话，无论你喺唔喺直播时段，大家都可以用超级感谢、超级贴图同埋超级留言支持我哋。有能力嘅朋友，希望大家同时加入陶杰 Patreon 同埋鲍伟聪重浸直说嘅 Patreon， 而 Patreon 亦会包括有每一集风云谷嘅声音版。大家嘅支持会令我哋可以更加有动力，一直携手行落去，越过死阴幽谷，一路走到阳光普照、风和日丽嘅一天。再一次多谢大家嘅鼓励同埋支持。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